原标题：此虎将攻入敌都时，一诸侯王要求善待一美妃，他接书信却立马斩了话说杨坚称帝后，一手打造了高炯和李德林这对双子星座。高炯和李德林也都没有令他失望，在平定尉迟迥、司马萧南、王谦三人叛乱中，高炯主动请缨到前线征战，正是他的机智和谋略才成功击破了尉迟迥的造反。